好。好，我们继续开会。哎，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达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议事录。立委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21日上午9:01至12:54，地点本院全县的101会议室，出席委员、出侨会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吴炳瑞委员等42人，列席人员教育部部长吴世华率同有关人员等，主席黄召集委员国书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教育部部长就针对各级学校及社教馆位处土壤优化显示区之因应及配套措施专题报告并备咨询，并邀内政部营建署、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财产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就上述相关主管业务出席备询。三、教育部部长及内政部营建署就四大运硬体准备与我国选手培训概况专题报告并备咨询。另邀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台北市政府体育局、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就上述相关主管业务出席备询。四、教育部部长就美馆教育中长期计划专题报告并备咨询。另邀文化部部长就上述专题相关业务主管业务出席备询。本日议程采综合询答，委员苏巧慧等15人提出质询，进行教育部部长吴思华、内政部营建署署长许文龙及相关人员集体答复说明，另有委员陈廷辉、众嘉宾就书面质询内容记录刊登公报，决定依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因此提案公报案除第二案及第五案照案通过，予进行修正通过，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记载错误？没有错误，议事录确定。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为继续审查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首先介绍今天来到委员会的委员，有柯志恩委员。吴思瑶委员、苏巧慧委员、钟嘉宾委员，还有郑丽君委员，哦，还有高金素梅委员。好，谢谢啊！我介绍我们原能会的主委，我们的周主委。好，主席宣告，今日处理的是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非营业部分，请先宣读委员有关预算之提案内容。105年度原子能委员会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委员提案，基金来源依委员吴世瑶等提案征收及依法分配收入，增列5000万元，基金用途。二、委员何新存等提案。核子事故中央灾害应变工作计划服务费用旅运会冻结1/3。三、委员黄国书等提案，旅运会大陆地区旅会全数冻结。四、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业务宣导费，针对和安宣导员宣导员旅会减列20万元。五、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业务宣导费冻结300万元。六、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业务宣导费、媒体回应与对外发言训练等减列25万元。七、委员吴思瑶等提案，专业服务费委托调查研究费冻结1/3。八、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同上冻结120万元。九、委员何新存等提案，专业服务费委托调查研究费、核灾分析检验实验室全数冻结。十、委员黄国书等提案，专业服务费电子计算机软体服务费、和安即时通APP 相关软体维护费冻结，全数冻结。十一、委员黄国书等提案，核子事故资源工作计划服务费用旅运会国内旅会冻结224000元。十二、委员黄国书等提案，核子事故地方灾害应变工作计划新北市服务费用、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业务宣导费减列25万元。十三、委员何新存等提案，修理保养与保固费
冻结100万元。14、委员黄国书等提案租金偿还与利息、交通及运输设备租金车租减列99000元。15、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其他减列55万元。主决议公示案，请参阅书面资料。宣读完毕。好，好，现在进行合并个案之审查、讨论、发言。若无法获致共识，则先行保留，留待处理。为了详实记录官员发言，请用麦克风以表明身份，以利公报之记录。好，现在进行处理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之协商，请本会委员、政府官员等分别就协商位置。好。我们先从序号哈，一案一案，我们先来处理哈。那税入的部分，序号一，我们提案委员有吴思瑶委员。好，好，我简要说明哦。第一案就是这个收入的部分哦。那因为我们那个核子事故的紧急应变法的规定哦，你有收入跟这个电力公司收。那现在是依这个福岛核灾发生之后。那原能会参考了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们自己做出我们核灾的救灾人力跟资源的配置。如果发生等同规模的核灾的话，我们急需要的紧急应变作业的经费可能会高达7亿6000多万。好，我想这是你们提供的资料。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我的资料是引用那个立法院的预算中心算到2015年的第三季哦，我们的核子事故基金的财务缺口，如果以我们要需要动用的7亿6800万来算，可能那样的一个基金财务的缺口会高达4亿左右。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财务缺口，我们当然是要逐年的，是不是在这一笔基金的收入能够逐年做一个增加收入。所以我的提案是说，大家要看就教育原能会你们认为逐年去增加收入，我觉得是必要的。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先增列5000万元左右来作为你们强迫你们去面对这个资金缺口。阿伯，阿玲要该说几了哈，因为刚刚主委有说什么5年会定期检讨，但检讨总要有一个改善这样一个资金缺口的作为。嘿，请说明。好，处长，来，处长来说明。原能会核能技术处处长徐明德。针对委员的提案，事实上我们这个基金的收费在101年以前是每一个电厂收2400万，那我们后来调整了，从102年1月开始就收成5400万。那时候的考量就确如委员所讲的，我们应变经费大概需要7亿多，那我们不足的经费呢，我们那时候考量大概是分10年来补足，哦，所以大概要分10年。那我们依照我们这个基金的相关的规定呢，是每5年会检讨一次。那事实上，我们在106年，就是明年大概下半年开始就会检讨，然后希望看看未来的5年要收多少钱，能够把它，因为本来是10年嘛，已经到了5年，看看够不够能够把它收足。所以我们事实上106年就会来检讨这个基金的这个经费收支到底能不能确实的补足这个缺口。可以初步说明一下检讨，你们还是要向电厂多收吗？对，其实我们可能的，我们今年其实已经内部有稍微考量一下，已经知道是需要增加了。对，那需要增加，可是我现在我替你们增加嘛，反正你们多收对你们是好事啊，你们基金对不对？收入增多，我们的这个准备是需要的，哦。对，我知道委员是好意，可是这是一个规费的收取，必须有一定的这个行政程序。我没办法在立法院的决议也是一个行政，也是一个程序，就不能马上就要求业者。我们也是一个程序啊，对啊，
立委给你们这个武器，让你们就有一个依据可以去加收吗？可是我今年还是你嫌我帮你增加5000万太少？我的意思说，我今年是一定收不到的，没办法加收。可是我可以从106、107年，为什么？对不起，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审查，不晓得说为什么不能够。吴委员提案，你们什么原因不能加收？因为我们收这个金基算是一个规费一样，对，因为规费它有一定的行政程序要，所以行政程序要履行嘛。啊，对对，要履行。那你们要履行那个行政程序要多久的时间？我们上一次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所以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啊。哪里不可以？因为我先讲规费的概念是行政机关一种强制执行嘛，但是要履行行政程序嘛。对，所以原则上它不是税嘛，对，它不是税，不是税。所以今天你们认为要收多少，对方这是独门生意嘛，对方就要付嘛，不然他就不要参加嘛。规费本来就这样，那规费当然它合理性，那它合理与否，民意机关可以做出明确的建议。那所以这个规费并不是说不是预算，今天说如果你们增加了这个规费的征收要求，履行的行政程序，台电公司那边他反而有预算程序要面对，因为他要列在预算当中来缴这笔钱。但是我们政府预算有追加，好，很多方式可以补。那他是国营事业，他一定有办法。而且我们最近看到的报道啊，台电的那个应该口袋钱很多啊，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把它依法支付掉嘛，对不对？没错啊，盈余这么高，而且林边替台电担心嘛，我们要求，对，我以为你们觉得是太少啊，对不对？立法委员给你们这样子的武器，这有什么困难啊？你不用替台电的程序去还漏嘛？没有，是增加5000万，是让你们。我们上一次经过行政院同意要征收，是101年的2月征收同意了，可是我们从102年才要求它提高了。那这个就是就像那个委员讲的，我们需要让业者有一点。好，来来，因为这个不是税，所以它是政府单方面的规费调整。我跟你讲，我们政府哈、哦，行政机关有一个优势啊，它规费什么时候调哈、哦，只要建履的行政程序就调了啦，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规费是很强势的，所以本席个人增加的我的那个提案是增加5000万，但尊重各位委员，如果你们觉得他增加更多，那我们就来作为原能会的这个背榜，强而有力的背榜。好，谢谢。四姚委员的这一个案子是要增加5000万，那钟嘉宾委员刚有提到1亿，那现在就不好意思。好，来，柯委员，柯委员，你刚刚有特别提到你是要用分10年来做补足嘛？10年的话，那你说现在1年5000万，10年对你来说你的，对啊，我也不懂你为什么刚刚非常面有难色的样子，所以什么增加到1亿是，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说要10年来做一个补足嘛？10年补足的话，如果5000万，102年开始嘛，对吧？那10年补足的话，大概这个缺口就可以弥补到了嘛？所以5000万，不晓得四姚委员你要到1亿吗？我觉得5000万基本上。五千，先从5000开始了，先从5000开始了哈。我请教一下，哎，为什么不能一次到位？不，因为哈，我是觉得规费的收取哈，因为这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到位后，你们还会不会再跟他收？还会吗？到位之后，你们的4亿到位之后，还会再收吗？啊，以后的收的收多收少是怎么看？我们现在是就是每一年收多少了，那如果要先把这个补足的话，就是也许可以先让他多缴一点钱，对，可是以后每年缴的费用就可能会可以降低了。是，那有两种模式。是、嗯，那你们有没有跟台电讨论过？目前还没有。没有。其实如果我们从商业经营哈，台电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国营，它有法定盈余，你把它多收了，它法定盈余就降低了啦，因为这是合理的嘛。哎，政府跟我收规费，我当然不可能再把盈余。有样的东西交给政府嘛，所以这里面没有分期到位的问题。你一次到位，因为这个不，因为你也不会超收，就是你一次到位，法令规定要收这么多。考量台电，我们告诉你，我们政府哈、哦，真的是，我们要对那个弱势者啊、哦，缴纳罚金哦，我们都还可以给他分期付款呢。
那我想台电绝对不是一个公法执行对象的弱势者，所以他缴，他这也不是缴罚款，这是规费，所以没有所谓的他未行使义务的关系，那他又可以在法定义务当面去检列，所以完全没有障碍。所以主席，我是不是可以改变，就是一次到位就好了？那日后呢，他才一步一步的按照你们基金的使用状况，他缴过来，因为这是特许啊。趁他今年赚得多，赶快拿，他以后没赔钱了，他就不想缴了。这是一个营运的一个现况，我讲的是商业营运的现况。对对，委员其实讲对了，因为上次我们征收时，他确实在亏本的状况，所以他那时候他是慢慢缴。好，好了，好了，那就刚钟嘉宾委员讲的非常有道理了、嗯，就一次到位嘛，一次到位啦，不然一亿了，好不好？啊、哦，是四亿啊。啊、哦，我是提案委员，我同意那个嘉宾委员，对，趁台电现在真的盈余很多的时候，替你们解决这个缺口，你们也不用悬在那里，万一用钱怎么办？好了，所以我同意一次到位，好不好？好，主席做结论了，好不好？这个案子啊、哦，真的，我们的委员有一些讨论哈、哦，我们把这一个经费的缺口一次到位，好不好？就是。建议追加4亿2617万元。好，给你们一些压力了。好，好，这个案子就这样子通过。好，增列4亿2617万元。好，本案就这样子通过。哈，好。接下来下一个案子哈，我们来审基金用途的。好，何新存等提案啊，来何委员有何委员有来，何新存委员的这个案子是核子事故中央灾害应变工作计划服务费用跟旅费啊，他原列数是243万9千元，那。何委员的这个案子是要冻结1/3，那黄国书提的案子是有关于旅运费大陆地区的旅费啊，原列数54万元，全数冻结。就一起讨论好不好？好，一起讨论。好，那我想这样子了哈，我们从第二案到第十案。二案到十案呢、啊，都是中央灾害核子事故中央灾害应变工作计划的项目了。好，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大家看一下。好，来，第二案到第十案，好，好，何新存委员。来，谢谢主席哈。我想针对这个，我会有意见哦。那要不要冻结或是要删减，我就尊重委员会的这个大家的讨论，然后。最后再做成决定哦。那这个呢，我觉得有意见哦，希望这个原能会能够说明，是我们核子事故的紧急应变，你们这里也列了一个有关跟国内外的一个学术交流。可是我说真的哈、哦，从福岛核灾之后啊，大家都对台湾政府到底有没有办法面对以后如果万一发生复合式的一个灾变，那我们的应变措施，我们。政府的所有的各个体系做得到做不到，那我们又跟日本或是欧美国家又学习到了什么东西？我想从我们历次啊，在委员会不断的要求原能会，不管是在这个台电的这个紧急应变措施，还有跟地方政府的一个紧急应变措施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建制。我都还记得哦，我在院会里面问我们院长说：“院长，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我们立法院？那我们最近的避难场所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紧急应变措施，我们做的到底这个制度的建制，还有整个资源的配置，
还有呢，我们的一个公开透明，让民众取得这些资讯的一个透明度，还有我们传输的一个效率又在哪里？哦，我觉得这个你要跟我们讲清楚。我好你急，你去跟国内外去学术交流，这个 OK。但是我们交流到什么东西？这个、交流到的是未来帮台湾能够做什么紧急应变的一个制度能够更完善。哦，我这有意见是希望原能会要好督促台电啊，跟地方政府你们自己本身的能力要加强。嗯，好，谢谢。好，我就接着何委员的问题啊。不过就主席，因为我的问题比较针对政策面，不一定是这个案子，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审这个紧急应变基金，所以我想要先请原能会说明一下这个紧急应变这个计划区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从福岛核灾之后，原能会一度公告说紧急应变计划区要有5公里扩大为8公里嘛，然后呢2013年原能会又进一步宣称说紧急应变计划区扩大划设要1区变成3区，也就是说从3公里的这个8公里跟16公里啊，那么分别划为预防疏散区、紧急应变区及防护准备区，就也就是说，把这个紧急跟紧急应变区扩大为不同层次的因应了哈。那但是嘞，这个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哈，因为2年之后到后来都没有动静。好，那所以我从2013年一直提案，每次审预算我都有提案要求原能会尽快完成紧急应变区的变更的计划。那么的确在去年底他们有送进一个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的修正案啊，哈，那么在第13条呢，那么他有增加一个原本的现行条文是说这个要提出紧急应变计划区的计划啊，那么他的修正案13条增加了几个字，他说要提出紧急应变计划区及其邻近区域啦，只有这样，但是还是不见一个清楚的紧急应变区，从1区到3区到底只设是几公里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法律的修正案。那我再进一步去看他的施行细则哈，这个101年3月28号施行细则，他的紧急应变区半径不得小于5公里，还是只有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从福岛核灾之后绕了一大圈，我都已经当完一届立委了，然后我也提了好几次案了，一直到今年的预算，我还有最新的提案哈，就是希望说原能会尽快把这个扩大的这个方案提出来，然后要赶快来修法。我们立法院也有我们的意见呐，好，那所以这个到底3区要多大哈？那我们到底所谓的应变计划准备是哪些？否则啊，现在每一年都在演习啊。那演习的范围是8公里啊，还是5公里？好像是8公里吧，8公里。那难道我们未来的应变的准备只有8公里吗？那我们也都知道说，福岛核灾之后，注意哦，日本政府在28小时之内3度发出撤离命令哦，撤离哦，不是应变而已哦，不是预防疏散，是撤离哦，撤离从3公里扩大到20公里哎。在28小时，本来以为要测3公里，后来变二十公里，这个我已经讲好几年了。那所以到现在到底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你今天审这个基金，你政策面不清楚的时候，你这笔钱到底要怎么用？我们都不知道它最上位的一个计划，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审。所以可不可以请各位委员容许，就是说他们先来说明一下这件事情。好，好，郑委员一说有道理了，好，处长。好，谢谢郑委员的这个指导。那确实，其实这几年在郑委员的督促之下，我们相关的这个法令其实都已经，其实我们大家都做完了，我们其实刚刚讲了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已经在今年的2月1号又送到立法院来了。所以也许到时候请招委帮忙来排这个审查这个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的议案。那整个规划确实就像我们第二次委员讲的，我们是分成3个区。可是我们在法令上是没有把它标出来，可是那刚刚有讲一个紧急应变计划区及其邻近的区域嘛，所以我们大概规划是3公里、8公里跟16公里这3个区来做。因为在法令上，我们送到我们的法规委员会在审查时，他建议我们不要把明定的公里数写在法条里头。我们法规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有把这个放进去，然后法规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他说一般在法令上不会直接把这个公里数把它写进去，那他说放在想要写它邻近的区域，让行政机关有一些弹性的空间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所以我们事实上目前的演习就是以八公里，事实上八公里之外有没有像去年我们办的104年的河岸21号演习，事实上我们就把台北市政府纳入来，因为台北市政府事实上是在八公里之外嘛，那台北市政府就加入第一步，当我们要加入演练的时候，先从兵棋推演开，八公里没有，八公里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事实上把台北市政府纳到我们的已经到吴委员的选区了，对不对？对，没错，你说的完全正确。十六公里是不是？因为人民就是要知道十六公里到底涵盖哪些嘛。我们人民完全不知道八公里到哪里，十六公里到哪里，就我们政府资讯怎么会这么落后？有啦，对不对？好，就是说人民都还不知道自己哪一区是有没有被列入这个紧急。我们去年的演习就把这个台北市政府纳入那个演习的参。单位之一，所以事实上就朝着这个步骤慢慢做。我们的演习简单来讲是由易而难，简单的那协调过来，慢慢越来会越困难。所以事实上我们的演习从102年、103年、104年，今年105年在屏东。那十六公里涵盖多少人？涵盖多少人口？然后哪些大致上哪些区，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对，十六公里涵盖的人口啊，像以核能一厂来讲是120000人，核能一厂来讲就120000人，那核能二厂有100万，核能三厂大概5万，龙门电厂68000人。八公里是有重复的吗？不是，十六公里，对对，里面有些重复。如果你如果说三个电厂重复，如果是一二三厂加起来就是124万人，124万是包括龙门电厂了，龙门电厂就4个电厂加起来。可是因为我们看一个区还是看各个电厂来讲，所以我刚讲各个电厂人口十六公里最多的是核能二厂，因为它比较接近，所以它大概有100万，对，对。然后如果你再扩充到20公里的话，核能二厂就有200万，因为它大台北地区，台北市很多都纳进去了，所以事实上我们这规划确实是这样子来做了。我可。因为我是接着，因为刚刚立军委员提到的，其实跟我的第七案的提案，我主张要冻结1/3哦，其实是相关。虽然刚刚原能会的说明是说，在我们现行的这个演习里头，确实是有把104年这个21号是有把台北市跟基隆市放进来，但实际上你们在实体的演习上是没有，你们就是用兵棋推演的方式来处理。那在专业上我不懂啊，因为如果真的发生那么大规模的核灾，你可能要有实际的演练的那个必要，而不是就我个人认为那个兵棋推演是大家 monitor 遐看看来想想的哈。所以不管104年你们已经演习过的，即便是有纳入，只是兵棋推演的部分。那你们我们现在处理下去，你们接下来核三厂就是105年是核三厂要做，对不对？你们同样也是做屏东，那你也缺乏一些邻近区域，像高雄市政府的一些单位，你们也没有把它纳进来实体的这个演练的范围。所以这个东西我可能请你们专业上要说明一下，当我们把那个安全区不断的扩大，可是你们并在实体演练的部分并没有做到实际的那个演习的必要。我们过去在台北市议会，其实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演习实战的能力到哪里，我们都知道是 zero， 是没有的。嘿、hey, ，来，先回忆屏东县，也许中委员比我更去，屏东县比较狭长了，它的30公里在画，40公里在画，都还在屏东县，所以屏东县大概办的话，就是屏东县政府在，就是屏东县，嗯。没有没有了，我说花了30公里，还在屏东，我说还在屏东县的范围之内了，所以不会跨到高雄市了，不会跨到其他县市。到时候一些医疗院所，你如果需要高雄的一些医学中心的支持的话，你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这方面的演练吗？因为卫福部针对医疗中心的这个三级的 EOC 这个相关的演练本来就在做，它不论是什么灾害，它大规模的伤患，它这个卫福部的 EOC 其实。如果这三区来讲，我们针对3公里，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灾害发生离核电厂越近的区域，受到影响的机会就越高，风险就越高，所以我们整个处理是从风险的这个观念来开始考量。所以我们在3公里，我们把它划为叫做预防疏散区，就是等要事故发生，我们初步判定
它没办法有效控制的时候，我就采取预防性的疏散，可能这时候放射性物质还没有外释，所以以后我们的策略大概最可能疏散的民众是3公里范围内的民众。所以针对这个预防性疏散的策略，我们跟新北市政府跟屏东县政府都已经讨论好了，所以3公里的范围有多少人，它包括了哪些里哪些里，其实都已经计算出来了。所以从102年、103年的演练，都特别针对这3公里范围内的民众要执行预防性的疏散。那8公里范围内的民众就会随着事故的演进，看他可能的影响，再决定他是不是要下风向的这个民众要疏散，还是采取室内掩蔽。那在更外围8到16公里就更远了，所以他处理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所以一般为什么我没有马上把台北市纳入来演练？因为它的影响的机会比较小，它的时间顺序比较厚，所以它比较有充裕的时间做相关的准备。那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认知是，台北市政府最可能要做的是协助新北市政府做灾民的收容，做好交通的管制。对，所以我们先从兵棋推演来做，让台北市政府知道，当一个核灾发生时，你可能需要做的事情是这些。我要先跟台北市的这些应变人员了解他，你可能要做这些东西。我们先做兵器推演，让他知道这个是你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二阶段，如果我们认为需要演练时，我们再把它纳进来做后续的演练。所以等于是我们的演练规划是逐步的，由易而难啊，由简而繁。简单来讲是这样。啊，柯委员哈，同样是屏东人了哈。可是据我这边资料显示哈，你们在102年核三厂的演练的人数是4000了，但我比较关切，因为据我们那个淡江所处的这个部分啊，不管是你看103年二厂，还有是1700，104是只有3000，所以这人数基本上还是非常低的。而且就我理解来说，你们那个演练基本上还是一种比较像是逃生式的。这个方法其实对于那个所谓灾民，对于这些所谓未来真的实际遇到的一个状况，其实那个认知上还是有很大的落差，更不要说他这个人数基本上还是相当少的，跟他的整个居民比起来，那个比率基本上大概是低于2%吧，20%，有到20%啊。所以说，不管是5公里或是8公里，不管是5公里或是8公里，其实上我个人认为是说，整个演练的一个流程，还有你参与的人数，基本上人数是非常非常低的。对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好，来，庄委员，我不小心哈、坐到那个首长席这边来了哈，列席首长席这边来了。那个我这样说明，跟各位委员也跟我们原能会的长官做个意见交流，关于我至少参加4次以上的核安演习啊。那基本上跟我们的县长的意见很接近，感受很接近，其实只是在扮家家酒啦。但是扮家家酒呢，也不是完全否定啦齁。那我这样说明的是说，先刚刚几位委员的意见，我大概做一个我在灾害应变上的经验，跟原能会的长官做个交流啦。其实呢，核灾它除非是复合性的灾害，像那个福岛那样有伴随地震而来造成核电厂事故的，不然核电厂最常发生的就因为断电缺乏冷却水，那电就是慢慢它是逐渐升温升级的。但它跟台风和海啸和地震不同，地震灾害我们是应付善后，地震来了就没了，那、你就是怎么办嘛？去挖掘啊，去搜寻啊，是什么？那台风呢？我们通常有3到5天的预警。那么核灾的发生到它进入高峰期，通常时间也不会短于台风，哦，所以呢，它跟海啸不同，海啸我们大概只有半小时到1小时应变，所以遇到海啸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我们要很短的时间内通知撤退。但是核灾的问题，它是在渐次性的疏散跟撤离。反而我们不希望造成恐慌，造成爆炸性的一个人潮，那反而没办法疏散。因此呢，在核灾的演练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渐次性的预防性疏散。我们会先从保全人口开始，保全人口就是他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其他的人有脚有车啊，你只要告诉他危险，他只要跑得光光的。你要做的是什么？交通管制，适当的路线的维持通畅。那么其次呢，才是核灾真的发生的时候，当下的这些人员的医护救护，那包括核安备案医院。但是如果以都会区跟我们屏东的差别在于哪里呢？都会区最大的麻烦是，当核灾一旦发生到需要疏散的时候，那个100万、200万的人口，你要往他其他地方去收容，是收容的问题，不是疏散的问题。我们屏东遇到的是疏散，因为我们的那个是算是有点孤岛地形，对外的交通孔径只有一条公路。但是呢，在大台北地区，它的管道很多，所以麻烦的是你们的核灾演练没有办法去演练到收容的部分。你单单转移30万到50万的人口离开那个要避难区到其他地方去，那个收容的问题非常的大。
那我们连我们这种非直辖市的地方政府，我们要收容个三五千人，我们都很吃力了。如果真的在台北地区要收容30万人或50万人，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个会是很大的考验。那我之所以说我们的核安演习的一个思维哈，还是都停留在跟军方的那种兵棋推演，我觉得吴委员说的没有错。我们你们去看哦，都是只有参与的人有意识，可是呢，其他没有参与的人呢，他根本不晓得他要做什么。所以在这个核安演习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不断的要去演练的是一种集体行为的管理模式的测试。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戏院发生火灾的时候，你怎么样迅速让人员离开？你不可能事先就要预演，但是你适当的演练，适当的模拟，你可以去找到最佳的一个疏散方式。所以过去我在参加四五次核安演习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们那样的观念最麻烦的是观念没有传播出去。所以当你们在编练这演习跟宣导费用的时候，我会侧重说你们的宣导一定要加强，不断的让民众知道说核灾是怎么样状态，核灾有没有充分的时间撤离，哪些人要优先撤离，从哪些路径撤离，而且这个呢要深入到我们的教育，到我们的每一个学校去进行，而不是只有在那个找军方啊、救护车那边跑来跑去，哦一哦啊哈啊，然后呢，我们还叫那个阿兵哥穿着，我们那边的观光客都是穿泳裤嘛，我们叫阿兵哥穿泳裤，假装是观光客，告诉你呢，春天呐喊的时候啊，你拉整个台湾的部队去充当春呐的人数都不够啊，所以这里我难免会觉得说他是在扮家家酒，但是我是觉得整个核安演习的思维，你们建议一定要思维要重新调整，不然的话我们的省预算会省得，好像在。是委员就对了，兵棋推演半天没有用啊。好，以上建议供大家参考。好，还请苏巧慧委员。我接在钟委员后面啦。那其实刚刚他表达非常完整，所以基本上我只是等于是几乎是我觉得非常好，然后附议哈、这样的状况。因为其实确实是我也有一些经验，看过首长怎么从事核灾的疏散演习啦。这个后面就不用再解释了。好的，我有一些经验了解这样。那确实是。这个演习对一般民众来讲的距离感确实是蛮远的，所以我们今天既然特别要成立一个法，甚至还编了预算，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如何落实到学校去？那或者是说学校是一个单位，那甚至到一般民众去，那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怎么规划的？毕竟有法源，然后还有钱要去做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地震演习，我在我孩子的幼稚园、小学有看过。但核灾这个部分在新北市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东西，我实在是也蛮想知道的，它有没有能够深入到这样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跳开这个实作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蛮想知道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3公里、8公里、16公里这个距离，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算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比较我们可以知道的资料，也就是像日本啊、美国甚至苏联政府，其实那个距离很有可能是30公里或者是更多。那我们为什么指定3、8、16？是因为台湾比较小吗？因为30公里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我来帮他们回答。好，来郑委员。因为可能主委不一样，答案不一样。但是蔡主委上一届给我答案，让我非常难以接受。因为我们一再的确质疑，像这个乔慧委员他提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16。因为我刚刚讲日本福岛核灾撤离最终扩大到20哦，那我们现在撤离是只有3哦，好，然后好应变也有可能包含撤离哈，对，那预防防护准备也不知道，就是说也有可能它未来升高了，但最终还是只有16，所以还是比人家少，好，那他也提到美国跟其他的例子，事实上他们可能距离更大哈，所以那我问过蔡主委，他跟我说，因为如果太大会纳入整个台北市啊。包括这个可能是中正镇区，或者是啊，因为他说人口太多做不了，他就直接这样讲啊。那意思是说政府的能力没有办法处理到要疏散那么多人，其他意思是这样了。那上一次让我非常难以接受这个答案呢、啊，我是不是请主委再回答一次？我不知道换主委答案有没有不同。好，但比较熟的又是我们处长，那我先说明一下啊，就是针对郑委员这个，就是第一个我先解释一下这个8公里啊，8公里是用一套就是国际上大家都去算，就是说万一就是考虑核能电厂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然后去看算出它辐射线会飘多远，然后去算说哎在8公里这个地方，这个人有人站在8公里，他接受的辐射线剂量必须是在法规值以下，以这个
条件去算啊，这个在我们施行细则有一套。对，这个是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八公里，为什么有的国家是比较大？因为我们每个电厂是两个机组，那像福岛是六个机组，所以你要考虑它的那个总的那个量了，好，所以算出来会是这个有一套科学方法，我想不会骗各位。那主委他六个机组，他们是假设六机组全部发生核灾，算出二十三十吗？对，还是他们假设一个机组发生核灾？因为如果他们计算是这样，那跟我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就我们为什么五变八哈？就是我们原来只假设一个机组会发生事故，那福岛事故告诉我们说可能会一起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就假设两个都发生。你现在讲的是说我们原来国内是一个基准机组发生，所以一个机组是五公里，你已经扩大是因为考虑两个机组。我现在他问的是跨国比较。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说人家二十三十，我还没有讲完、啊。对，就是、人家二十三十恐怕也不是假设说六个全部吧。对，就是想报告一下，就是说八公里那是一套科学的计算，但是福岛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个像日本原来是算十公里，那他现在是二十公里。所以那个事故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它可能比我们算的还多，因为它是超过它的所谓设计基准啊，就是它的地震是从来没发生那么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要纳入，就是说除了八公里之外，我对外还要去准备更多的，以这样的观念。所以那也像刚处长讲，就是我们那个钱啊、人啊，就是一直扩大啊。对，那现在就是说，那到八公里之外，其实是要看风向哦，不是说全部了，因为你对全部的应变，其实那个能力要扩大非常大，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风向，十六个扇，我是说先看十六分之一的扇形了，因为当天那个风向一定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算法，这只要符合科学的都一样。那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应该是说，我们的标准相较于别人的标准，我们有没有差很远，落后很多？如果你在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 OK 的。对，我们像一直扩往外扩大，其实也是仿照国际上的标准。然后刚才，抱歉，我再讲一下，刚才就是说像那个小朋友啊或者什么，我们都有接待学校。那像上次演习，像幼稚园的疏散我们都有做，学校的疏散我们也都有做。就是说八公里之内的，是三公里之内送到十六公里之外，然后事先都有讲好，比如说某个学校是接待这个学校。然后这个家长可以到那个街道学校去教，就是类似这些，我们大概都有去努力去做了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好，因为有相关哈，还是要垂询一下。我们纵使解决了这个距离公里数的疑惑，小小解除哈，但是对于那个你区域内你涵盖的人数，你的这个动员的人数的参与率，那个有没有一个比较精准的什么样子的参与度才是一个合格的？我举例来讲，刚刚柯委员他其实问一半，他有点给你说好数字给你听。那个我看到从100年到103年哦，100年我们的核电是核二厂在演习，涵盖的区域是用5公里来算。区域涵盖人数是41000人，实际你们那一次演习参与的人数只有1600人，所以民众参与率只有3.8%。101年核一厂，那时候你们用8公里来算没有错，但以8公里来算，涵盖区域人数是30000人，实际参与只有967人，民众参与率只有3.2%。102年在核三厂，也是以8公里来算，你的参与人数比例11%。103年更低。因为你是在核二厂，8公里人更多，8万多的人，你实际只有1800人，所以只有2.14%。那你没有错，你104年是做得最好，将近20%。但是这个专业上，你还是要告诉我们，你纵使公里数你有延伸，可是在参与的涵盖范围的区域人数，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参与人数的指标比例才被认为你真的是有实际去动员，有去唤醒那个人民的参与度，所以你有低到2%的，好多最好的就刚好你104，你刚刚用美化数字要呛我们，就是二，看起来是2点多或3点多啊，之前他对他是104真的做得比较好，那20%的参与人数就是 enough 了吗？这也是我们的质疑啊。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其实委员提这个也是我们历年一直想要努力去扩张的哈。就是有一年报纸还有登出来，我们是请民众自愿，结果好像只有
两三位民众的哈，就是说，第一个，你在办演习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打扰到民众，这个是另外一个需要考量的事情。那我们每次都希望说多一点啊，动用村里长。那后来当然这个每一年都比较少。那从这个去年开始啊，我们是地方政府也帮忙啊，我们就开不是，我们就组里开始去演练啊，就是说。你不要一起，那每一个里每一个里去做，那这个都是地方政府真正去执行的，那这个也很感谢他们。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慢慢把至少在8公里之内所有的里，所有的里民他们都可以去。然后另外我们自己有办家庭访问，就是请当地的这个学生，然后去每一个家庭去访问他，去调查他弱势的人是多少，然后希望他们知道。然后另外我们发那个月历啊，月历最后三张都有集结点在哪里，疏散的路线是什么，然后还要贴条子啊，就是说你需要帮忙的时候贴在外面，类似这些，那我们都是努力去做啊，就是说整个每一次的演习可能人数我们当然还是努力在提高，那平常也是尽量就是说让每一个民众都了解到说我们这个做的到底是哪些事情啊，民众要怎么样去配合。你们觉得要达到多少的参与率你们才觉得是 qualified 才觉得是合格呢？其实跟委员报告，因为你的解释就是民众参与啊，怕扰民。哎，演习这个就是哎，为什么万安演习大家都知道不能在路上走？你也造成民怨，可大家这么多年就知道。那为什么你们没有这种觉得我们就应该让全民有这么强的一个演习的必要的那种教育意识？国际上，我们动用的疏散人数在国际上是最多。国际上是多少？国际上几乎要像美国。他就是那个行动的干部，是这样吗？对，的确是这样，我们的确是有这个调查过。那像日本，他对地震灾害是有全民参加的，但是福灾他是福岛之后慢慢开始要求说要民众。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提的，那我们现在目标是希望到25%，第一个阶段的目标。那另外就是民众其他的人，我们就是靠这个主理的去说明啊，去演练啊，希望所有的这个民众都能。所以目前我们大概目标是这样。好，好，郑委员来。演习要继续问，因为我刚还有一个问题。好了，郑委员讲完我好演习，我就把处理掉了。演习还是可以继续问，不好意思，我稍微打岔一下，因为我刚刚的问题里面回到就是说，因为你们刚刚是说明紧急应变区未来变更的计划嘛，哈，但是我说过，你们送进来的法的条文只有说。核子反应器设施经营者应定期提出紧急应变计划区及其邻近区域之民众防护措施分析规划，啊，里面没有提到说，未来怎么划区，我知道未来怎么划区，哈，然后怎么多几公里，那你们的确是要放施行细则，好，那但你们施行细则还是旧的，哈，对，那所以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审？啊，我们这样审几乎是空白授权呢，啊？因为也没有讲，连分区都没有讲，只讲邻近区域几个字，这比原来的紧急应变区计划多了及其邻近区域，那这样等于空白授权，因为未来你们施行细则，你们自己可以一直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样很难审啊，除非你们要一起把施行细则送进来，啊，或草案施行细则草案在立法修法的时候要做说明，当然是要法定了你们才可以定施行细则啦，但是你们至少草案要先出来啊，或者要有一个说明。否则我们这样子没办法审啊，因为你这样等于空白授权，我们今天都白问了，因为最后没有在法跟施行细则里面啊，你们可能到时候又定出另外一套，啊，所以是不是可以要求是你们就是在要审法案的时候把草案一并来带到委员会来？好，这个附带决议嘛，哦，那我想一分钟就好了，就是刚刚主委不断的说到科学的依据，哦，那我这边补充一下我们幕僚哈，这样也给的意见，说科学的意见，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因为季节的关系，季风吹的范围非常的不一样。冬天是东北季风嘛，所以其实这样子吹过来，那个可能不是永远都是同心圆16公里，而是冬季，那甚至是到桃园喽，哦，这样吹拂过来的状况。那夏季西南季风，甚至到台东，哇，我觉得那可能根本就是一个扇形的状况，所以不要只有同心圆。各位报告，就是我刚讲那个方法。他是把我们一整年的气候全部放进来，然后挑一个最坏的情况来算，所以那个都有一套方法。这个如果委员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报告提出来。对，好，来何委员，部委的，因为刚刚
那个袁兰芳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了哈，就是这因为大家都已经讲到那个实务面上的东西了哈。那我们回到这个预算，这个预算里面你们的最主要是说要学术交流了哦，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说，好，那你的学术交流跟中国交流什么啊？因为中国沿岸也都有核电厂，福建呢？那中国沿岸的福电厂，他们的紧急应变措施，有没有什么可以取经的地方？不然你为什么要跟他交流？这第一点了啊。那第二点，那除了中国，因为你一定要刚刚讲到很多嘛，日本的福岛核灾发生了之后，让我们改变了很多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原来事情发生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还大，影响还大。那所以我们的紧急应变措施要跟着调整。只是我想知道，第一个，刚刚大家这样子在讨论的时候，第一个都觉得调整的不够大，就是说我们的紧急应变的这个范围不够大。第二个，不够有效率。第三个，我们台湾政府在这个紧急应变措施，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整个制度，包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包括台电，他们的整个所有的团队，我们的应变能力到哪里？到哪里？那绝对不是炒作主意的，跟我讲啊，我们都有发给人家日历啊、月历啊，有提醒他们要去哪里啦，哈。我说真的，不是只有那样子而已啦。办家家酒。对啊，这他说嘉宾讲的办家家酒嘛，哈。那所以我们如何更真实性的演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本身要思考的问题哦，因为历年以来都是被批评嘛。啊，你们每年都被人家骂、被批评，难道你们自己都不想说要检讨吗？或是台电也不想要检讨吗？所以难怪台电被骂得更凶啊，是不是？对啊，所以学术交流交流到什么嘛？好，那何新淳刚刚提到哈，那个跟大陆的那个旅运会哈，那个交流哈，我这里有一个案子哈。其实福建哈，他们沿海他们是有核电厂，其实我们要去评估，因为啊，距离台湾非常近啊，这100公里而已呢，对。130呢，而且哈，它最近的地方是我们台中呢，万代中往近呢，开玩笑。好啊，那你去那边考察啊，你有没有去跟他们考察说他们的核灾发生以后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好，啊、那你现在说 OK 核一场啊，啊有范围可能去到50瑶遐啊，万一福建的那个那最近离我们台湾的福清，哎，它核灾的时候。那我们台中大台中要不要也来核灾演习啊？对不对？我们最近呢、啊，所以你这整个哈、哦、这样子啦哈、哦，对啦对啦，整个思维要改变。但政委刚刚提说的很好了，就不知道怎么审啊、哦。那审现在也就自为末节了啊、哦，但是可以不审吗？可不，还是要审。这个法案太粗糙了，要不就说你们的法条可不可以再细致一点，把一些原则定进去？那你说如果公里数不定，你要施行细则，那就草案要一起审。不过现在主席提的是另外一个概念，就境外核灾。境外核灾，我们临近国家、临近区域境外核灾，你们的紧急应变规划在哪？看起来整个法是没有的。没有境外核灾。在条文里面是看不出来。是不是先补充一下？我知道国内核子事故，那境外核灾我们有一个境外核灾的处理办法，有一个处理办法，那所以要一并看呢、啊。所以可能是这个法跟像所有施行细则都要一并，因为从人民的角度，他要应变的是不管是哪一个核电厂发生事故嘛，对不对？那你紧急应变基金要应付的是不是也都是所有可能的核灾的应变，还是只针对台电的核灾？国内那你们境外怎么处理？用你们公务预算吗？主席跟何委员问这个、啊、境外是，是不是待会请他们说明一下？好了，你一并说明了。这个第一个，我想那个何委员提的哈，就是国外的，我们主要跟美国、日本那是定期的了哈。那大陆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了解，因为其实在紧急应变这一块，据我个人所知，他们其实是比较落后的。对 对, 對，但是我们的目的其实是要了解它的电厂啊。那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正式的协议啦。那两边可以就是一年在台湾一年在大陆互相去讨论，但这个其实我们很想知道他们到底电厂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当然根据这个协议他有事故要通报我们，但是我们也怕他到时候不通报，他不讲啊，对对对，也没他，对，所以我们现在譬如说我们现在是袁能会他在全台湾有45个车站，那
台电公司好像有60几个，然后台北市本身设了8个，所以我们全台湾有120个侦测站。那这个假如说外面有任何的辐射进来，马上就会知道，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连线。所以第一个就是外面有辐射真的进来超过标准，根据这个测站可以知道。那境外核灾这个就是说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到台中市100多公里，通常是不会超过这个标准，以这就用福岛的标准来看也不会。所以那当然我们境外有比如说食物的管制啊，还有像这些国境的管制啊等等，这在我们作业要点里面都有。对，所以这些东西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我们的作业要点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行政院送到行政院去核定的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作业办法。因为我们境外核灾，其实我们在103年5月才定的，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中央各部，辅导社涉及到中央各部会。其实这个作业要点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各部会你的权责要确认。那境外核灾最主要的其实是我们在大陆的民众。大陆民众还有台商啦，我们的第二个就是货品的进出口的管制，还有金门呐、啊，我刚刚想到的是金门呐、啊，马祖啊，金门马祖也是台湾的领土啊，对，你要想到，行政金门马祖有核灾演练吗？然后我们再回应刚刚说为什么到大陆那个、啊，其实，譬如我们知道它比较弱，所以我们需要它进步嘛，它进步就不会发生事故。譬如我们有45个环境辐射监测站，对不对？我们就鼓励大陆，你们也要设测站。那我请教一下，刚刚主委讲的，我是从你们的说话里面延伸出来。刚刚主委讲都在台湾的自己的本岛里面哦。那我刚刚想到是金门马祖呢？好，金门马祖有的话，那金门马祖你们有所谓的核灾演练吗？他境外，你说中国沿岸的核电厂离他们最近啊？好，台中讲百几里袂啦，哈。那金门马祖呢？对不对？那这个有我们过往的思考里面完全没有思考进来，说他们需要没有啊，他只有测站啊。那我们那个这个紧急事故的一个应变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宣导，或者是怎么样，是告诉他们在金门马祖，我觉得就是未来要加强的嘛。既然他们离福建的那个核电厂那么近嘛。最近的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啦。你们每一年都有编大陆地区的旅费，但是我们去考察他们那边的核电厂，那考察总是要有一个说明，然后因应你们考察回来，那我们在核灾演练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嘛？不然的话，考察就是去那边看看，好了。主席，我刚刚就是说，本来建议说，因为我们今天是审基金了哈，基金当然要审，但是我意思是说，下次我们审你们送进来的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修正草案的时候，请你们把相关施行细则草案，以及你现在讲的就境外核灾的应变作业要点，因为那不是行政命令，我们这边连备查都没有过，啊，一并送进来，不是送来就是给提供给委员会哈，那大家才有办法审你们这个法。好，那这个要做会记录嘛？郑委员，这个好，那这个项目哈，这个项目是核子事故中央灾害应变工作计划啊，总共的预算是5702万9000元。然后这个提案是从第二案到第十案，何新崇委员提了2个案，吴思瑶委员提了1个案，我征求大家意见，要不要一起处理？要一起处理，还是我们一案一案来处理？主席，我建议了哈， hey. 你让大家每个有提案的委员，如果要讲，先都先讲完了， oh. 好不好？ Oh. 啊，再一起处理这个，我赞成， oh. 好不好？好，好。那因为如果是按照主席的裁示的话，那我第9案就要讲一下了。好，你讲来。第9案呢，哈，我是提哈，
这个原列数啊500万要全数冻结。我想我冻结是在于哦，因为这个专业的服务费用啊，就是委托调查，这个是新的预算是不是？核灾的分析检验实验室哦，我想这个新的这个预算，我不是说反对，但是我觉得要讲清楚，因为当初在我记得在过去要建置这一个实验室的脉络下，是在于第一个日本福岛核灾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地区性的，不管是食品啊、水产、农产等等啦、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出自于这个所谓的灾区、嗯？那辐射量是不是比较高？嗯、那过去大家有争议说，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个检测机制不够完备。那过去我们对于境外的这个食品的检测都在卫福部，哦，食药署。那可是屡遭批评。为什么？因为卫福部他们把这个所谓的核灾的那个所谓的辐射剂量的一个标准，我印象中是去年吧，还是前年，他有放宽，哦，所以呢屡遭批评。那我是希望说，好，今天呢我们原能会要建置这一个所谓的核灾分析的检验实验室，除了你们本身的一个取样的一个检验，用你们的专业来告诉我们他们的辐射剂量以外，我们可以跟卫福部合作，跨部会的把卫福部对所谓的这些，不管是来自哪一个，只要是它可能辐射性含量有疑虑、比较高的疑虑的这样子一个食品的一个检验，是不是应该跨部会的合作，然后请你们实验室来帮忙，那让台湾民众能够安心。嗯嗯哦，卫福部该去检讨的是它的辐射剂量放宽的问题、嗯、是大家有疑虑的地方，那个我们到卫福部再讨论、哦、虽然台湾人民非常不赞成它把它放宽，可是呢检验的一个专业度跟准确度、嗯、我们也不相信卫福部有这个专业啦，是你们比它有更专业啦，更精准啦，所以这个实验室的建制是不是应该要跨部会的合作来帮台湾的食品把关。好，来说明报告一下，就第一个，像我们这个日本这个核灾发生之后，我们有卫福部送来的，也有那个财政部，它是酒类，还有农委会的，那这些取样还有标准基本上都是他们各部会要去定，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定，对对，那我们只是把检测结果告诉他，送给他，看他合不合标准，所以这第一个跟委员报告。那卫福部的确是有一阵子是要提高那个，后来是没有成功哈，就是他后来反而是更严格，就是等于说食品这些。那刚委员提到要跨部会合作，其实我们处长很辛苦去找卫福部啊，去找农委会，那希望他们去建立这样的实验室，但是反应都不是很对，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就是在那个容量够大的实验室啊，因为福灾进来，就核岛的福岛核灾进来以后，那个量很大。那我们现在只有核能研究所跟我们南部侦测中心两个实验室，那这两个实验室的水准哦，我们每年都会跟国际做比较，就是他们会有那个所谓盲样送给各个实验室，然后去比对啊，这个国际的在这个标准方面，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再扩大这个能量。然后将来在遇到核灾的时候，可以能够比较能够有效来处理这些样品。那我是不是该请教主委一下啊？我刚刚所谓的跨部会的一个机制啊，除了说我们被动的接受，农委会也好啦，或是卫福部啦哈，被动的接受他们送来要检验的样品以外，那我们的专业度跟精准度有没有一个 double check 的一个机制啊？这第一个啦啊。啊，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主动的一个机制啊？主动的去分析取样的一个机制啦。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第一个这个精准度的部分，我就跟委员说明啊，我们跟国际上有一定的这个交流，每年会去做比对，那这国际上有一个标准实验室，那这个我们都有数据啊，如果委员需要我们可以提供。那另外主动这一部分，我们每年啊，我们南部侦测中心会去市面上去买一些食品啊，买一些相关的饮水啊等等，这些我们都会去做，对。那也要看他们人力跟经费了，这些我们都有在做，那每年固定都会做这些事情。對，那我再请教一下哈，你们这一个实验室是在旧有的实验室要增加跨能量，还是另外再设置？希望另外一个单位。
那你们先，你提一个完整计划给我，冻结束可以少一点啦，哈，啊，但是完整的。我们可以提一个说明，没问题，对。没关系啦，不用少了，没关系了，没关系，反正他们会交报告给你。拜托，就你冻结的话，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要公开征求，那如果冻结的话，我们这个动作就会。因为我如果不冻少一点的话，他连发包都会有问题。好了。所以我可以冻结少一点，但是你还是要给我报告啊。好了，阿丽达姐，那个这个实验室本来是全数冻结。那我冻个200万。冻200万。哎呀，看起来好了。好啦，你给我总共500万，那冻个200万。讲完整的计划。哎，对了，对了，对了，好不好？没了。冻这个啊，其他的哈，哎，吴世尧委员这里有提案哈，这专业服务费。作业服务费，你那个委托调查研究费要冻结1/3。来，这个说明一下。其实我刚前面有讲，就是我针对在整个演习当中是没有台北市的实体的那个演习哈。那没关系，我刚刚要到一个数字，我希望主委说的是，针对整个演习区域的涵盖人数跟实际参与演习的人数。你们刚刚我就听到主委，我记得做屌啊！你说要达到25%的目标，我大概都叫屌嘿，都叫屌了。我没有我提这个就是，去年是19%啊。这个就按放在我们的案而已。哎，所以那个主席，我他有跟我承诺说以后要演习人数要。达到该厂区演习的涵盖人数的25%目标为目标，哎，为目标差很多。要看他们执行面。好。还有民众。这个要怎么讲呢？其实我冻结你这个，我没有要特别冻结，我只希望你们真的要去做这样子的，不要就是看 monitor， 不要就是兵棋推演而已啦。主席裁决，我没有坚持。好，委员这个没有坚持，那你们希望怎么样？遵照委员的意见，就是他那个委托调研究费那个，并入何委员，好，并入何委员，很好，好，那我那一个案，其实我的案跟，对，不会啦，我不会反悔啦，我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是还是希望，第一个。这个实验室啊，我还是想说，这个实验室当然要加强哦。那只是说我刚刚讲的是除了主动被动，那还有一点，那民众呢？这个实验室它可以对外公开接受民众的请托吗？可以吗？啊，那收费的规费呢？标准呢？你这个实验室会建制了之后外包吗？不可能吧？还是你们自己做？你看，哦，又追出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们希望外包，外包之后呢？我本来认为说，如果是你们原人会自己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室，那个公信力那不一样啊，那跟你们委外然后取得一个实验室的一个认证，那是两件不同款的一个信任度哎。你无法回答我了。我请教嘛，那我请教你嘛，你现在要整个委外要外包的话，那台湾有多少个团队有这个能力来成？我们目标是一个大学了，简单来讲是一个大学。可是问题是目前有相关的核能的一个就是清华而已啊，大家想象中的不是这个是辐射，多半是有放射医学有关的。那他们可能我们也需要那个大学，如果他有本来就帮卫福部做一些食品的检测，那最好。那只是多了一个辐射的检测。那不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卫福部食药署本来基于他的业务需求，他就可以去找预算写计划，去委托某个医学院的一个放射科来包就好啦。那何必还要你在这里编预算？结果你做的事情还不是可能跟卫福部要做的事啊？可是问题就是他不愿意啊，那我就要解决这个困难。我们本来是希望卫福部来做，卫福部就不愿意。那这个线，这个问题就存在。那我等一下去那个卫环委员会去骂那个卫福部怠惰。我不敢这样说了，不过我们是努力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个食品检验是卫福部食药署的事啊。
所以他农委会有一个水产农产的一个检验啊，他就出钱就是了，他就编钱去做这个检测，或者是要求，对。你这个协调会，你们有开过协调？我刚刚一直问跨部会的机制嘛，你们一定有协调过嘛，对不对？协调会的会议记录你都提供给我。我们等于是在那个核电安全总体检的时候有一个报告，报告里面我们没有关系，你把那个总报告加上你们协调，因为我觉得这个机制是一个，对，而且是一个很荒谬，就是说该各自该做的，而且这个机制像你讲的，我本来认为说，哎、啊，原人会是因为你们有专业。结果你跟我讲说不是啊，很多医学中心他们放射科就有这样子的专业了啊，那为什么他要放射科他还要训练？他其实现在也没有，我们要培养他新的能力来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放射分析整个这个实验的 SOP 啊，他整个实验室的建立需要我们来辅导他，他自己现在没办法做的，一定要经过我们的辅导，所以我们有一个分析实验室的一个规范。那告诉他你大概要多少的空间，需要哪些设备，你的人员受到哪些的训练，啊，那你这里所谓的训练，你是要针对所有医学院里面有放射科的，还是说因为这笔预算呢，就是要成立一个实验室，由这个实验室委外，要委外的单位他们去训练？对，要委外那个单位去训练，可能要训练到符合我们认同的标准，因为我们原来会有。针对训练合格的人有发辐射防护人员的证书嘛，他会取得我们的证书，然后他那个实验室会取得我们国家认证实验室的认证，所以包括人包括实验室都要有。如果像他的 SOP 是我们要辅导他们去做。如果像你这样子讲的话，主办单位应该是卫福部跟农委会，你们去辅佐他们，辅导他们说怎么去取得这个辐射的一个认证嘛。所以这个要厘清了。第一个，你们这个核灾分析检验实验室是完完全全只因应那个农产品食物的检验吗？还是有其他的？如果只完完全全是农产品的话，那我觉得委员会也许试图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决议的方式，这就应该是卫福或农委以他们去处。我们用我们的立法院的权限来逼该做的单位去注册。包括食品啊，好，那包括了这个刚刚讲的烟酒啊，那包括了那个鱼产品、农渔产品，也包括了茶叶啊，未来可是如果像你这样子讲，那变得不是只有卫福部的东西、农委会的东西，甚至食药署要的东西，药哈，还有哦，那个你刚刚说烟酒，那就是财政部的东西。那这整个跨部会那么多的东西，那你这样子一个500万的一个实验室的建制，那个能量够吗？对，所以我们这不是一年，我们这是四年的计划。一年500万，四年2000万，对，差不多是这样。那你要建置几个实验室？就那一个，就一个实验室，对。我觉得你把全部的计划统统，把它所有的计划内容详细给我们所有的委员，我觉得这问题很大。好，我们确实有一个四年计划的，对。反正、哦、我还是给你冻结200万了哈，让你可以发包了哈，因为该做的事还是要做了啊。啊、但是如果是卫福部、农委会或其他部会的怠惰，我觉得这个大家要讲清楚。现在的现况的确是，就是农委会，就是卫福部、农委会或者财政部都把样品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检验。那现在就是我们检验的能量，如果像碰到福岛核灾，那个的确是不太够，所以我们现在建立着后备的实验室，是想补足那个缺口。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目标啦。那。我想也不是他们怠惰了，应该就是这个算是我们的专业，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建立这样的实验室，这样。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审这个预算的时候就认为说，哦，这是你们的专业，所以应该去建置。可是呢，你现在这个实验室呢，也不是你们自己要做，是你们要委外要发包给外面的单位做。所以我觉得这整个逻辑是你们委外的单位的这个实验室的让人家的一个信任度、专业度到哪里？我觉得跟你原能会自己本身有一个实验室，还不赶快呢？对，就是现在，譬如说南部辐射侦测中心，它有实验室，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那现在就是因为那个能量不够。那像刚处长提到，他我们委外，但是他人员要有证书，他那个实验室要接受认证，这个都是在考量他的精准度，这个必须要经过的这个认证啊。那这些是等于说，像委员关心的那个
就是靠这些来保证它的这个品质这样。那你把这个计划的完整性，还有那个完整内容，还有你说南部的检测中心目前的一个编制，目前它承接的能量，你两个做一个报告给我，我们来比较嘛。那为什么不把这一笔钱去让南部的那个检测中心，让它 empowerment， 让它更能量更强，可以承接更多？那你为什么要这里要是要委外？资料都可以送过来。好，好，好，那个资料再送过来哈。好，那我在这里有提几个案子哈，预算的删减哈。我们在业务的宣导费里头哈，我们觉得跟整个核灾应变的功能，事实上并不是非常符合哈。所以我在这里针对那个原油会哈，为什么只有在新北市有办原油会，然后在人家在屏东，人家就没有办原油会，为什么？人家很认真啊，屏东很认真啊，对，虽然是办家家酒啊，那原油会跟核灾应变的关联是什么？那你们有没有去检讨？哦，另外啊，我们对于这个核灾应变呢、啊，我们还有编列的预算要做什么事情呢？要训练呢、啊，我们要处理媒体回应跟对外发言的训练，这个要做什么？这个还要花钱来训练了、啊，训练我们的官员如何面对媒体的时候要怎么谨慎发言吗？是这个意思吗？这个跟核灾应变的关联性是什么？啊？哎喽，我啊，满面来，钟嘉宾足够讲的，叫钟嘉宾讲啊，钟嘉宾比我听听，钟嘉宾都比你较好讲的，哎，好了，指挥官啊，好了，你们说明看看，不然我这个要简列喽，那个训练那个要跟你们简列喽，还有那个原油会啊，要跟你们简列哦。先报告一下媒体训练，这个的确像吴委员讲的，我们怕就是说真正去对外讲的时候，第一个就要一致啊，第二个讲的要恰当啊。不是隐瞒，绝对不是隐瞒，是要恰当，然后这样不要引起民众的恐慌，所以这个还有他写新闻稿啊等等，这些都是像我们的学理工的，其实这一方面蛮弱的。他为了这个预算，对啊，因为我们要请老师来，然后去哇好啊，请什么老师？媒体方面的，当然还要请媒体方面的老师啊，那他们是核安的专家吗？他们是核安的专家？哎，我不敢来讲，哎。那你不如叫钟嘉宾来教你们好了。我很乐意私下跟你们做，因为我是觉得啊，真的，刚刚几位委员提的问题啊，我都是坐在你们那边就开始想办法。哈哈哈哈哈。习惯还没调整过来，说怎么讲，但是同僚在这里我不能讲啊，所以私下再。哈哈。私底下钟嘉宾再教你们。不是啊。不，这个你们这个预算变得很奇怪了。为什么要训练你们的官员要面对媒体要怎么讲？这个还要花钱来训练。主席，那我可以反串吗？反串要反串是吧？那个，其实我真的觉得哈，我们核灾他在对媒体公开发言那个非常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的训练有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因为任何的灾害应变呐、啊。传递讯息，什么样的讯息要刺激到民众采取什么样的对应行为，那个话术的确是有差别的。那么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核灾是台湾民众没有经验的，所以他也无从判断说当官员说出什么讯息的时候他怎么去拿捏。那现在更麻烦的是网路上那种谣言的散播速度跟民众的取信程度是对我们政府机关采取灾害应变很大的威胁，所以可能你们在谈与其训练自己的话术，精准的表达给民众清楚认知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最更大的威胁是，你怎么去防止民众受到其他发言或其他谣言的影响，影响到你对民众要他采取的配应作为，那个可能相对的更重要。好，那所以呢，如果说黄委员，主席认为说你们这个话术训练没有必要，或许你们更弦易辙去想想看，你们怎么样去着手去思考。怎么面对在灾害应变过程中网络留言对民众的影响的威胁？这可能还是实际一点。好，我想问一下，哈，这个预算每一年都有编嘛，对不对？啊，你们都怎么训练？
跟委员报告。你们都请谁来训练你们？我是那个中技处处长。好，训练谁？跟委员报告。我们训练的是包括在核灾事故发生之后，有可能会碰到新闻的，包括地方的，包括这个台电的，还包括原能会的。所以不是只有原能会自己内部的，我们包括整个地方，因为地方要参与地方的灾害的应变，所以包括地方的人员，包括台电的人员，包括我们中央的人员啊，这个是参加的人员。好啊，怎么训练？那分两块，一块是有关新闻稿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找这个大学的教授，在新闻传播的这个教授来帮我们上课，上这个新闻稿的这个撰写。另外一个有关对外回应，刚刚钟委员有提到，其实我们今年已经开始会尝试的用一些所谓的网络媒体。像 FB 啊，像这种，我们今年是用一个内部网络的系统。那如果真的有核灾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一个外部网络的系统。所以新的媒体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年开始在尝试的，要把这个纳入。我们也了解，网络上传播速度比我们过去那个新闻媒体会快很多。好，我再问一下，核灾发生的时候谁对外发言？原能会主委吧。跟委员报告，他要对外发言吗？原能会发那个核灾发生，那谁来训练他发言？不是原能会主委对外发言，他是行政院有一个新闻处，那个是中央灾应变处，中央灾应变中心有一个统一的新闻发布的一个作业。有吗？主委，你有去参加那个训练吗？他都训练谁训练你？就是学校的教授。学校教授有用吗？对，来，苏委员，我这边是想补充一下哦，就是除了这个项目本身有没有必要之外，因为这一条我在上次质询的时候也有提过，就是包括这个营队的本身其实也是编列在这条预算下面，因为这个深耕科学营，那我上次有提到这个科学营从我们看到的反应交出来，其实它并不是在教导怎么紧急应变，而是说核安好、核安棒、核安呱呱叫这样。对对对，都对。所以除了这个跟紧急应变无关了。对，所以我也会觉得内容的部分也是我会非常关心的部分。然后还有你们有印月历啊？花多少钱印月历？那月历你们有没有带来？长什么样子？所以意思是说，刚刚对这些人没有训练的必要，可是他到底真的训练了什么内容呢？好，这个阅历坦白讲哈，印得很漂亮。说实在，问题是这个跟核灾应变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什么？真的吗？你要印也印，重点要印在那个阅历的下面呢。好，这个月历印几份？月历印几份？啊，八公里之内每户都有，每户都有一份。主席，我可不可以提一个建议啊？因为我上次咨询科技部啊，因为他们有个地震中心嘛，哈，对。那事实上是同样的概念，请你们去参考一下那个东京啊，这个日本给市民的防灾手册啊。应该要印防灾手册嘛？你怎么会印月历呢？主委，防灾手册两个层次，不是只是手册制作，是手册背后代表整个防灾系统的建构。它可以细到就是说，灾害发生的时候，你在家里、在浴室、在厕所，当时那时候是否地震了、啊、哈？对。然后你在公共运输，你在任何场合，你第一时间怎么应变？然后接下来你要疏散的时候，你的疏散路线，然后交通，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几百公尺有一个防护点，有一个这个提供物资这个提供的这个补给站等等。好，然后你住哪里？你优先要到哪里去避难？这个非常清楚，代表它背后整个跟城市的整个防灾系统的这个建构是在一起，然后最终可以做出一本手册。好，所以啊，我是觉得你们要到这种程度了。你们如果三页要让台湾人去知道防灾怎么样应变，我真的是觉得太简化了，非常简化。对，来，处长跟委员报告，其实那个防灾手册各个地方政府会做，新北市政府会做他的市民的防灾手册。那我想各位委员，如果你在家里，你知道每家户的市民手册，可能问你半年后，你可能都丢掉，你根本找不到你的防灾手册。你们就是没有，你们跟科技部啊、第一个反应一样，科技部当时跟我说防灾手册是内政部的事，然后你们第一反应就是说防灾手册是地方政府事，你还是没有听懂。我告诉你们，你们去看日本那个东京，不是东京市发的，那是全国手册，然后呢，它会加以每个区域。
不同的内容，所以它代表是全国防灾体系的建构，然后背后每个区域它所在的资讯的内容不一样，因为它的地点跟相关的这个提供的后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每个地方它因地在质疑，所以代表是国家整个体系的建构啊，所以你们要反映的，你要正确的回应应该是这样，你要反映给我们整个这个灾防这个灾防委员会灾防办，把核灾纳入整个防灾体系里面，然后要做出一个整体的这个计划，然后你们核原能会要去协助的是核灾那个部分怎么做，系统怎么建构，然后手册怎么做，这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像钟委员这么有经验，你们要找他一起协助啊。但这个责任是中央政府要来做的、啊。我刚跟委员讲为什么地方政府，因为新北市政府在去年就做了一个防灾手册，有关这个核灾的防灾手册，所以我是跟委员报告，具体的事实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做这个阅历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在家里，你想想看，政府发了多少的资讯给你，你会留存在家里，你找得到。假如隔了半年你找得到，我这个阅历，我只要希望他愿意挂出来。他发生灾害时，他就知道他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东西。那平时他需要知道的防护资讯呢，就透过我们不断的，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个校园的这个防灾的园游会，或者是我们到各个里去做了组里的沟通，或者是我们做了家庭访问，或者是我们做的这个组里的疏散演练，我们透过各个不同的手段跟方法，让民众知道当灾害来临时他要怎么做。可是最主要的一些具体的东西他可能不会记在脑子里，譬如我们简单来讲，在金山区可能有一个和美里，这个里的它的收容所在哪里，他可能不会记在脑子里啊，可是他透过阅历他就可以知道。那时候市民可以带着防灾手册，日本其实还发给防护包啦，整个防灾包里面有一本手册。请问你灾害发生的时候，民众疏散会带一大本阅历这样吗？其实它里面还有风，还有美丽的照片跟着一起疏散嘛？请问哪？其实民众不需要带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核灾跟地震是不太一样的，它有一个过程嘛。他只要知道他要去哪里，我同意你是不一样，所以整个这个逻辑思维是这样的。你做阅历，我们也没有反对你。我现在告诉你的是那个重要性，你们要听，希望你们可以听得进去。你们在整个政府的防灾体系里面，你们要是要协助核灾的部分怎么迁入啊？啊，我现在是要透过这个凸显背后这个问题，你们要去思考那个系统的建构啊。比如说，他要既然要疏散呢，他出了门之后，他到底他的往哪里疏散？他优先被建议的疏散动线是什么？啊，然后呢，那过程会有哪什么医护站，或是检测站，未来会设在哪里？他可能要检测一下他的辐射落程等等的。你们要去跟灾防办，你至少先预备，但是你可能有可能紧急应变更改计划，也有可能。但是你至少给他一套，他安心说他可以做哪些事嘛，是不是这样子？他是全部的灾难，让他们有办法做出复合型的一个灾难的一个防灾手册。那我们今天发生的时候，民众今天核灾要带阅历，今天是地震带另外一个，这样吗？应该是委员那个。那万一复合型的，那我要想我要带几个，对不对？我这个只是很 detail， 这已经都很下游了，所以反映的是我们的整个灾防体系是分责分权，然后没有整合的。同意，灾害防救法就是分责分权，然后只透过委员会来协调，所以每个人做一套，你做阅历，他做手册，然后他做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有些还做一些宣导影片，讲一些根本就是刚刚侨会委员讲，只告诉你很安全，你只要像我上次咨询的，有辐射落尘，只要洗一洗，把衣服脱下来抖一抖，洗一洗就好了。还做过这样的一个影片啊，好，取消，谢谢哈，换了主委果然不太一样了哈，好，所以我是请你们回去回过头跟你们的这个灾防办好好去做整个系统的整合。好啊，这个部分那你们原油会要不要处理啊？因为这个委员提的是二到十这一项嘛，那中央的我们就同意来简列了。我觉得要简列了，你们去思考看，这个是核灾应变的基金，这个基金。这个中央的我们就同意了，因为等一下后面在第二页还有地方的，我们就好不好？不然这个项目哈，这个核子事故中央灾害应变工作计划。这一个计划，这一个预算的项目，总共5700多万啊、哦。
我们冻结200万，然后三针对好，针对原学政委好，针对几个项目哈，业务宣导费哈，那个媒体回应与对外发言训练啊，这个项目业务宣导费哈，这个编列的预算是123万5000元啊，多少？是50万吗？好，好，那这个项目50万3减，好不好？3减25万，好不好？好不好？也就是说，这个工作计划我们3减25万，然后冻结200万，冻结200万是那个核灾分析实验室的这个项目，我们冻结200万，好不好？啊，学生委员主张不要冻结，全数删除，大家有没有意见？我在了，我在了，大家有没有意见？我们尊重他处理他的说法。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也没提案。那所有属于简列都完全支持，然后冻结都不要冻结全删，好不好？后来意见表达了，哎啦，恭喜啦，陈委员，恭喜啦，预祝你当选主席啊、哦，恭喜。啊！你老赢，我招来家心理神，你都进来去无去中票哩？啊！哦，大代志，哎，对无啦，那边要请你报告，好不好？哎，来。冻结两百万部分是不是说明是提书面？当然，当然，当然哦。这个项目冻结2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了哈，书面报告就可以。然后简列25万，好、哦，这个科目就是。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业务宣导费、媒体回应与对外发言训练等，简列25万，好不好？好。啊，刚就没有人跟你附议啊！啊，不，不然给你旁听嘛。再也打有一点架子，还在。我讲讲你要选东主席，啊，柯志恩嘛无支持你啊。哎，民进党人没有支持我。好啦，你。你弄一个案子，我们等一下都帮你联署啦，全力支持陈学圣竞选。你看国民党说要把他不要动要删，你们都还不同意，好好好，好，告你们好。好，刚第二案到第十案，我们就这样处理完。好好好，接下来第十一案，这也是旅运费嘛，那个重复编列呢？你们在那个资源工作计划，好，这个项目里头，你们又编列了旅运费。对。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是资源工作计划，是国防部那边在执行的。因为它这个旅运费最主要是因为今年的演习在屏东，它需要的交通费啊比较多，所以编在这里，所以会增加这些。这一部分是不是请委员同意就不要再冻结？让我们通过这个，因为它实务面上，它今年演习在屏东，它确实需要交通往返。我来，嘉宾，这爱好一网哈，嘉宾，好。好，这个好，这个照例了哈。通过，好，好，好，来，这个项目是核子事故支援工作计划，总共预算是508万9000元，好，照例，好不好？好，好，这个照例，好，接下来第十二案哦，12案到15案都是同一个计划嘛，哈、哦，同一个计划项目。12到15呀。后来核心委员有提案，对了，我来说明。原来会说明一下了，因为你们在这个200多万里面只有给一个应变中心了，那其他的应变中心你们的一个补助机制是什么啦？你是说一年一个，还是说有需求的地方政府拜托中央要买单，所以就中央买单？你说明一下主委。我来先说
个机制啦，是是，跟委员报告，就是基本上我们有个基金管理委员会，那各个地方会提出他们的需求，经过那管理委员会审查以后，然后来 列在这里面，这样，所以每个像屏东县或新北市、基隆市，他们的需求都不太一样，所以每年他都有不同的项目，是是是，对。因为每年他买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就每个县市会不太一样。對，好，好，好，这个案，好，这个预算照列哈。好，另外哈，好，何委员那个照列了哈。然后我的案子是还是原油会的问题啊。你哪级干在用很多项目在办园游会呢？我知道了，因为他们要把，因为他说，因为他说宣导跟演习要达到20%，所以你们用园游会参加人次要灌进去。我们是宣导，没有关系，是我们目前统计的没有灌了。对，来来来，因为这个预算里的有非常多用在办园游会哈。园游会你说明一下，你们怎么办，在哪里办？这个都在新北市办嘛？那这个是配合新北市，配合新北市办的吗？因为这个计划是核子事故地方灾害应变工作计划嘛，所以那新北市都在新北市啊。新北市是因为我们有三个地方政府涉及到这个地方工作计划，一个是基隆市，一个是新北市，一个是屏东县。那新北市其实它是一个院辖市，它人力比较充裕，那所以它比较积极的来协助做学生的这个防灾的教育了。那新北市在做防灾教育的时候，他就认为说，我办一个园会，把这个金山万里石门三支附近的学校的学生把它聚集在一起，然后做一个防灾的园游会。所以这个防灾园游会就是可能会透过不同的管道，让学生参与各式各样的这个通关游戏啊，可以了解当灾害来临时应该如何来自处了。那当然在做这个之前，他学校的老师也会做一些防灾的教育，只是透过这个园游会的方式会更热闹，然后参与的学生会更多。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他自己比较积极在处理的这个防灾学生的防灾教育的一环了。所以我们基于鼓励地方政府这个主动的教育学生，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经费不要减列。你这个园游会的预算都用在新北市啊？就跟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很多都是因为新北市这边核能电厂比较多，所以像竹里的演练也是新北市先开始做，然后接下来就是屏东县、基隆市会跟着做，所以等于说他第一次先做了。好，那不是，对，去年有编，对，对，都是学生，是学生的，是等于是学生的训练。那我们是希望屏东县也能够，你们直接预算补助给新北市政府，补助给他们办啊。后来，真心话大考验啊。后来来，其实有核电厂的地区哈，那个基本上地方的社区组织要办摸彩，要办出游哈，都会像什么电源开发基金啦，像我们这个都是地方民意代表、基层民意代表跟地方社区组织结合，然后呢就是挂布条，好，我想大家都在点头哈。你看大家都有基层选举经验，都知道他是这样做的。那么可能如果今天刚刚主席也提到，你们用园游会的方式，那也只不过是多一个布条啦。因为办一个园游会，如果说你们给的经费很充裕，当然就单独佛你们就办。那大部分呢都会 QQ 的啦，好。什么政风人员宣导啦，租税什么宣导啦，哈、哦，那个开发电源安全使用，安全使用用电宣导，啊，布条挂一挂，就这样做。哎，那其实你们这样做，其实让我们很为难，因为你说这种活动完全没有效果，也不完全，因为民众多多少来，他也知道，但是怎么样让他有效率？可能我是觉得在座的委员跟主席很在意的是说，应该有一些更直接，而不是消化预算的做法。那传统的做法会比较让我们有过经验的人，我们都有过跟地方基层选举接触的经验，会让我们担心只是流于好让这些形式上的这些活动有这些政府的补助而已啦，就好玩啦、啊、办好玩啦、啊、嘛，阿拉莫的摸彩品嘛，就办好玩、啊、所以你们看一看那核销的项目哈、哦，
钱多一点呢，他就要找公关公司来，找几个人演演跳跳，然后最后就摸彩。啊，都这样子。研文会的形态。都这样子啊。那其实如果说未来你们这个计划如果要让它比较有效率，其实我过去的经验，社造或者是比较有点竞争型的方式，你们会比较辛苦，但是大家就会比较当真，因为不会是靠关系拿补助，而是靠计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落实或有效性来拿补助会比较好啦。因为我也看过很多很有创意的，其实像那个苏委员提到的，为什么你们办的对老师师生的演说会变成是在单向的和安宣导？好，因为就是办的那个公司哈，承办的公司，他的观念上他受到的指示就是说核能是安全的，他要宣导这一个。那可是我们在有些地方看到的，他们的宣导活动很有创意，他结合宗教信仰，他觉得他宣导的对象是长辈，他就办挂香，挂香就是说骑单车挂香，然后呢就把老人家拉出来说啊，我那边挂香，等一下卡拉加去。那沿途呢，他就达到了他要那个活动的目标。那有很多种有创意、有进步性的做法。如果你们只是单纯的看人头给经费，那个效果是不会出来的。我相信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有很多老师，他有创意的，他可以帮你们的经费做更有效的宣传跟运用了。所以我是建议说，未来你们的补助机制如果改成比较竞赛型的哈，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会轮流基层大家那个拿补助了。哎，来苏委员。欸，我也是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我知道执行单位、行政单位辛苦啦，因为真的要把这个硬邦邦的东西灌到大家的脑袋里面，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这样从选区来，真的很多都是阿公阿嬷，然后大家都或者上班族，大家都很忙，根本就不会关心这种事情，所以我相信大家已经绞尽脑汁了。可是问题是事情就是要做嘛，要解决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嘛。所以任何形式我们能够让更多人参与的，其实我们都不反对啦，这是第一个，鼓励大家啦。第二个的话，我还是最在意的部分是说内容。我们今天是核灾反应的应变措施，不是只有核安而已，不是是核能是安全，核安不是核能是安全的，而是要怎么样做。不是在宣导核安知识，不是，是在处理核灾啊，核灾啊，是处理核灾啊。所以那我知道你现在不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了很多迹象有这样的部分嘛。那其实我菜鸟，我不知道现在要怎么样。对，那所以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说，我今年表示了这样的态度。那如果今年做完了，还是看怎么样检核，那说今年也还是这样的话，那明年我们就不客气了，大刀阔斧了。我附议这个苏委员的意见哦，核安宣导太模糊了，因为每次都被原能会拿去宣传说核能是安全的，安全的。所以是不是我们提案就是说？这个预算要用于核灾防护宣导，预防核灾或核灾应变宣导，核灾应变宣导啦，灾防应变呢、啊，好不好？改，我们把它改，然后你们的执行就是要切实，是不是？我们提一个，看怎么处理，然后我们提一个附带决议，主决议，可不可以麻烦主秘就是好，写一个附带决议，就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因为否则每一年我们都。很难过，他们拿去宣传核能是安全的，然后我们就删。那每一年还是在做啊。你那个月历哦的封面就是这样写啊，不然你把那个月历拿出来看，第一封面你看和平守护静好家园，这个跟核灾应变的就看不出来啊。这个封面好像告诉大家，核电厂在你家旁边啊、哦，我们可以做一个静好家园。这个，对啦，是不用啦，但是，也可以啊，也可以啦。对，这个是整个态度的问题啦。我觉得是原能会你们在处理这个基金运用上，你们自己立场跟态度的问题。哎，如果你们的态度是这个样子，但出来的东西就会变这个样子嘛。哎，对，哎，那事实上真的碰到核灾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一些灾演啊、预防啊、宣导派得上用场吗？用这个角度来思考，派得上用场吗？你就会知道说 ，OK， 我们要不要去跟人家日本比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嘛。这个先来处理预算好了啦，好。
新存的照例了哈，然后业务宣导费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减列25万？好不好？减列25万啦，那你们再去，对，啊，你们去调整啦，好不好？你们自己去调整啦，减列25万啦，然后你们未来，有关于整个核灾应变基金的这个使用，我觉得你们那个方向目标跟你们自己的立场态度，可能要做一些重新的调整跟思考了，好，好不好？好，基于照例啊。哦，那刚那个是减列25万。好，这个业务宣导费哈，核子事故地方灾害应变工作计划啊，一新北市服第二项啊服务费用啊，第四项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业务宣导费啊，减列25万啊，这黄国书委员提案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主决议，总共有四个主决议。好，来。请求委员同意了，跟主席同意，因为这问题可能跟主决议无关。你刚提的这个案子，我等一下会变成主决议，等一下发给大家。我觉得跟昨天的那个考察有关了哈。好。也跟这个基金未来有关，也许这一点没有关，就是说我们现在核一那个甘醇，因为在核一厂里面嘛。所以如果核一甘醇发生问题，未来如果使用，我这是假设性啦，因为它要不要用现在是决策还没有出来，那是不是也是紧急应变基金一起纳入在处理的，是吗？因为都属于核电厂嘛，是不是？因为它甘醇依照国外的分析，它如果发生事故，它不会影响到厂界之外，所以他只要做好厂内的应变措施，你说不会怎么样，不会影响到，保证他辐射不会没有辐射，保证没有辐射。不是，那是还有会有辐射，可是他不会影响到厂界的。为什么他不会飘散出来？因为他没有气体，没有这些东西，他只有等于说那个直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人靠近他，假设他真的有破，然后你人在他附近，那个叫直接的辐射，就是他直接照出来那种伽马射线啊。那像核能电厂的意外啊，它是因为有压力有温度，所以它那个气体会飘出来，那所以会有这个所谓的辐射源。那你储存阶段发生意外事件是怎么处理？在哪里？你们所有的他们那个提的计划里面必须有紧急应变计划，那就是它厂区内的。那紧急应变计划厂区内的。好，因为哈，我昨天我是没有去了哈，我没有参加考察，但是我助理有去，所以我就看了回来带回来图哈。那我以前知道说核一甘醇，大家觉得担忧它很多问题，我看了的确也吓一跳，因为你看看这个图啊，就是说它离那个旁边那个边坡事实上是紧邻的，最短距离好像连一公尺都看不出来，它就紧邻的这个边坡了。然后那边坡上面有做那个水泥防护嘛，所以显然它过去一直说它是顺向坡啊，那所以新北市政府也旁边的那个水土保持的这个执照一直没有发嘛，所以它就是紧邻着顺向坡了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又发现说它大概是50公尺吧，有油槽啊，有三个油槽。那的确它不是厂区最大的油槽，因为旁边有更大的油槽，但是临近它大概50公尺就有油槽了。好，所以显然它所在的 location， 我用尝试，也许我不是专家，但是我尝试一看就觉得这个 location 不是那么安全哈。那的确，所以新北市政府一直不发最后这个水土保持的执照。那所以我去调了，当时我在这个2000，就我上一届的时候，我曾经要过台电给我这个甘醇储存设施意外事件应变计划，就你刚刚讲他们要提个应变计划哈，101年9月提出来哈，它里面有模拟哈。这个甘醇可能发生的灾害里面有三种，一种是天然灾害，一种仪器故障，一种人为操作。所以我看分析了这里面10个里面呢，跟这个 location 有关的有3个，一个是这个边坡哈，一个是土石流啊，可能发生土石流。第二个说边坡有灌木林火灾意外，第三个就是这个储存槽附近的柴油槽或变电箱爆炸，就这个都在可能啊哈。当然其他还有10个，包括说这个进口吸入碎片的那个是属于可能造成仪器障碍或瞬间豪雨哈，这个比较是天然灾害了哈，等等哈，或者说闪电击中了地震都属于天然灾害，但是这是属于天然灾害不可抗力。可是有3个是跟选址有关的，就是选在一个变电箱旁边油槽旁边，
然后选在一个会可能发生土石流，跟有旁边有灌木林火灾，所以这个就印证了大家外界对甘和这个甘醇的忧虑了。那现在甘醇是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用，可是不请说明一下甘醇应变未来是怎么处理，还是使用前都不用考虑应变，就是说要决定要不要用之前。至少我上一届已经有请原能会去思考，就是说你们到底核废料现在已经满池了，快满池了嘛，啊，然后这个甘醇当时核一甘醇在设的时候都没有跟这个区域的居民沟通，所以没有一个社会同意的过程，所以它的过程就有瑕疵了。所以然后现在又是大家质疑说他做的时候，包括他的那个储存槽的那个钢桶啊的焊接是比较不是最高安全规格的，啊，他又是户外，然后现在又看到你们台电其实也提出10个可能的意外啊，我所以这么危险的情况，他的应变计划未来到底在哪里？对啊，我们都很想了解。我昨天去看了以后，我们也想知道那样子是安全。委员报告，就是您提到那些，其实就是我们审查的项目。所以他譬如说外面旁边的油槽有火灾，他必须要提出来说会影响多少，要怎么应变。那这个整个的审查过程或者计划，我们另外提，就是书面报告给委员。指原能会是说不管。他有可能这么多潜在的安全，你们只审查他有没有应变计划，还是说你们会审查说，既然他这么安全，核一甘醇是不是不安全？到底你们的审查的标准在哪里？跟委员报告，譬如说，这谁来为我们人民把关，说核一甘醇盖的到底安不安全 ？Location 为什么在这里安不安全？谁来确定这件事？如果你们只是审查说他有提可能这些潜在的意外，然后他有应变，这样而已吗？那些意外我们会去看它对那个甘醇的影响啊，比如说我大概看过那个报告，假设它是边坡滑下来有土石流，然后这个整个被盖住以后，对我说它的有一个分析，有一个分析就是全部垮下来，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甘醇桶都盖住啊，那我们请他去分析，他盖住大概60几天啊，这60几天之内可以把它处理，就是你挖出来的话，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安全的这个效果啊，所以。类似这些，它就有一些应变计划。那我们也会看它对甘醇的影响。那另外地震那个也是，我们就是，假设三角断层有发生地震了，所以它现在已经提升到油槽的爆炸，它应该包含在那个紧急应变计划里面。对，它会先看看爆炸之后对那个甘醇的影响，然后它做怎么样应变。那这个其实我们都是请很多会外的委员去做审查，相关的专家。那这个其实都有报告了，如果。委员担心，我们真的都有报告可以送过来。那你现在新北市不给你们水土保持？不是不给我们，是不给台电。啊，不对啊，不给台电。因为我们在安全分析这一块，事实上就我们已经审查过了。对。好吧。我们再来。我真的觉得说核一甘醇，当时的。这个选择在这里也没有经过社会沟通，好，然后呢，这个它的安全，它本身建造的方式也不是国际比较最高规格的，因为它采户外啊，钢桶外设焊接的方式，然后现在我又发现它周边有这么多危险风险的潜在的因素啊，我真的觉得未来要 review 整个甘醇的核一甘醇要不要用，要整个重新 review 了。我这个是没有任何党派委员会可能要去说这个话，这个的确也是未来要用非常高新政府的重大挑战，要用很高的标准去检视台电的那个甘醇政策。好，你说来，会你提早准备，你们去审查甘醇整个新的安全标准，你们自己重新去思考你们审查的标准，不是只是被动的啊，他提应变计划，然后你们只看应变计划。其实当时为什么选址在这边你们会同意，这个都要说明的啊。怎么会选在这边？你们会同意？如果我们用常识判断，因为当时是选址先同意才盖的嘛，是不是？也是原能会先同意的嘛。所以，我从历史检验，几乎台电提什么计划，你们都同意哎。不，其实他提很多计划，我们有很多审查意见，他要去改，改正以后我们才会同意啊。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核能电厂的甘醇。放在厂内哦，这个其实在国际上几乎所有电厂都是这样放。对，然后他有送到我们这边来做审查。那像这个您刚讲那个标准啊，其实我们现在标准，我们设的标准就是它对于厂界的剂量
是多少，这是国际上设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绝对是用国际最严的标准。那这个它根据这个剂量再回推它的这个厚度要多少，然后它要怎么样处放，所以这个绝对不会说我们用比较低的标准。那至于那些焊接啊、材料啊这些，我们也都有请材料的专家来做审查。所以我想如果委员需要这方面资料，我们大概都会有，我们会提供给委员。好，我们要处理的事情还非常多了，真的，原能会啊，你们呢？我们要处理主决议第16案哈，柯志恩委员的主决议，大家看一下。原能会这边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第17案蒋乃馨委员的提案，好，遵照办理。第18案蒋乃馨委员提的主决议，遵照办理，好。第19案吴志扬委员的主决议，学长，那个委员有来吗？柯志恩委员，你有联署？柯委员，来，你看一下吴委员的文字修正吧。好，这个我等一下处理。好 ，OK。主席，大家刚刚讲有道理。主席，我最后补充我刚刚的哈。好。我刚刚是问说核一甘醇有没有应变嘛哈？我修正一下，就是说。事实上我刚有讲，我觉得要重新评估核一甘醇安不安全啊，所以我就请原能会你们回去，未来要审查的时候，你们已经完成审查了是不是？我觉得未来新政府要重启这个 review 这件事情，就是要整个从安全评估重新做一个分析啦。我作为一个立委，我觉得我会这样提建议啦。真的。好，那你们回去思考看看，当然我现在是没有决议啦，这是我个人建议啦。好，所以你们回去也评估看看，就是说重新做安全评估，不是只是审查他的应变计划。对，安全评估之中的之一，但是当然应变计划审查是说发生意外他怎么应变嘛？可是为什么要盖在一个应变风，就是说风险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当时是你们同意的，就说盖在那里是你们同意，你们回去看你们同意的理由，然后有没有需要重新做安全评估 review， 重新 review 那个审查。好，我今天不提正式的提案，但是我请主委回去先想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再咨询你。哎，好，郑委员讲得非常有道理了哈，请原能会要妥善处理啊。好，我们现在来处理吴志扬委员的主决议哈，那我们做了部分文字的修正，那因为委员不在，那联署人柯志恩委员也同意了这个文字的修正哈。主决议文的倒数，这个要从头念吗？好，我们把后面的这主决议文的后面这几句哈，运用该基金所研究或者事故这个以下的文字的部分哈，把它改成要求台电公司针对各核能电厂所做的地震潜在影响调查结果及耐震余裕检讨及适当补强作为执行情形，提供科技部参考。好，好不好 ？OK， 好，好。吴志扬委员的主决议文通过。好，我们再来处理郑委员刚刚提。郑丽君委员刚刚提的主决议文哈，可能大家手上都有了哈，大家手上有哈。好，我来念一下。本会审查原能会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草案时，原子能委员会应提供该法之预拟施行细则及境外核子事故紧急应变作业要点等行政命令规则，供审查法案时之参考。提案人郑丽君委员，联署人吴思瑶、黄国书、苏巧慧、张廖万坚、钟嘉宾、许志杰，稿录委员何新存。好，遵照办理。好，
这个列为第二十案哈，这个列为第二十案。好，再来我们21案，刚21案哈，提案人是黄国书啊，主决议文，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之业务宣导费部分，应确实运用于核安灾防应变宣导，建请原能会于一个月内向文化及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相关计划修正报告，并于106年度之各项业务宣导计划中，以核安灾防应变为目的为规划方向，并纳入竞争型预算之概念，使基金得以发挥最大效益。这一个月、两个月好了，两个月好，两个月，两个月好，有没有问题？好，遵照办理。好，提案人黄国书，联署人吴思瑶、柯志恩、郑丽君、苏巧慧。好，我们主决议，总共有6个案子，啊，6个案子的主决议，好，通过。各位委员还没有，还有没有要临时提案？我们有临时提案了，好，哎，嗯，这个一样啦。这个有哦，那把那不然把补签，它几乎一样，嘿，这个几乎一样了，补签吧，对对对，好，我们今天原能会的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附属单位预算审查结束，好，哎，等一下，我要正式宣读一下，我应该在那里宣读，还是这里宣读？我要到上面宣读一下。好，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非营业部分已经审查完毕。来。内容如下：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原列1,6,471,200元，增列4,2,617,000元，改列为5,9,082,000元。三、基金用途原列1,1,463,000元，减列业务宣导费50万元，改列为1,9,963,000元啊。四、本期剩余原列5,424,900元，改列为4,8,091,900元。五、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通过之主决议及附带决议。有7项主决议，六项了，有6项主决议哈、哦。好，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105年度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非营业部分已经审查完毕，决议如下：一、审查讨论协商之内容通过，委员提案未涉及之部分预算均予照列，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重新指定。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谢谢，好，还好，谢谢，还好。